马总统，你不要逃，你不要跟我玩文字游戏说哦，这可能不是我的年代弄的，就是你年代弄的，报纸什么资料都拿出来了，不要在那个民国几年做文章，明明白白的，从你一上任2008年开始，你就在犒赏这些你的铁票部队，你为什么不改？前四年为什么不改？对。现在最严重是什么？现在不是这劳工的这个退休金，这着火了，整个国家现在是着火了。哎，那总统要赶快去打火啊！很多劳工现在900多万人，整个家庭可能影响的可能就是1-2千万人，哎，很多人睡不着觉。那总统要同理心，赶快去帮忙解决问题啊！结果呢，总统跟你们有没有方法？你们行动力在哪里？来，我们看今天马总讲了什么。过两天我要到屏东去拜访当地的一位先生，他是当地的捐血达人。捐血450次，这个不要惊讶，台南有1500次的，而事实上呢，我也捐了184次了。今年，在瑞士洛桑的全球竞争力的评比，台湾是全球第7名，我们政府的效能是全球第5名，基本建设第12名，表现是不差的，至少是有史以来政府表现最好的。但是我们非常不满意的呢，就是还有很多很早就该做的，我们还没有做。马英九的问题啊，那么当然其实民间的声音最清楚了，好，惠帝跟阿斗都比他好啊，现在民间已经这种声音出来了，所以他今天会讲那个话，坦白讲已经不值得我们评论了。这个刚刚讲慰问金202亿这个事哦，退休哦，7天不用上班，对，7天不用上班，哦，一年都不用上班，都不用上班哈，一年都不用上班，那么是啦，都一年哈，是，那么还可以领退休金这个事啊，其实啊，在这个2010年以前啊，那么还可以说这个是法令啊，大家就有问题，那么还检讨哈，2010以后啊，99年啊，就是2010年的11月10号，全叙部已经把这个废止了。对啊，已经把这个施行细则废止了。那大家知不知道，去年已经被领走一笔了。去年已经废，没有法令的情况下，去年已经领走一笔了。那去年什么时间？总统选前20天呢，大家兵荒马乱啊，可惜那时候罗伟也没有举出来。在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我想不是民进党故意不提的，大概大家都在忙着选举，已经被领走了。已经被领走一次了，现在国民党说现在这个东西要检讨，不是这样的，因为已经完全违法啊。其实大法官，我这里准备了大法官释字299号，大法官释字614号，大法官释字282号，大法官释字443号，我大意我不念了啊。大体上涉及到这个待遇的知己，涉及到人民的纳税负担的，都要用法律定之了。那么法律定制还要编列预算，坦白说，刚刚有提到民进党的时代啊，我也觉得民进党这个在这方面的改革，我觉得也蛮抱歉，也没有办法完成。就说改革的这个范围，改革的这个抵抗其实是很大。好，那民进党有没有努力？民进党其实努力过，民进党或许刚刚罗思伟刚刚批评说哈，是肥大官受小利，但是其实民进党至少把这个屋顶。就是公务员的所得替代率不能超过95%这件事，民进党努力去实践，但是国民党一上任立刻就改过来，啊，然后用刚刚那个理由，哎，你应该是要受大官，要肥小利，但是其实这些东西跟刚刚罗委员刚刚提到说，哎，我们这个检讨，如果说这个低阶的公务员或者是退伍的农民，他们的现在的年终慰问金，各位啊，这在2010年的时代通过这个的时候。你那时候不能去考虑吗？你把这边废止了，你那时候不能去讨论说这个低阶的公务员还是很辛苦的，这个或者是工友阶级，或者是这个退伍的农民，那么那些大这个10000多块还不够啊，其实10000多块还是比老农还要高2倍多了，还不够，那你那时候另外去检讨啊，你另外去检讨啊，你为什么在这里甘冒违法乱纪啊？这个法令废止了，大法官事先都告诉你说，这些东西都要经过这个立法院通过，订定了法令才能够编列预算，才能够知己。结果去年偷渡，今年被民进党的立委抓出来了，还想要干，还想要骗大家说要检讨，还想要拿这个小的公务员或者是小的农民来挡，
这是今天国民今天为什么我民进党提案说要立刻要取消？因为那我们国家的法令，我们国之纲维在哪里啊？国这些东西都可以检讨，那我们维系整个政府存在的这个纪律在哪里啊？马英九，大家都别忘了，马英九他这个人党职并公职啦，他怎么会去改这些东西？他过去用党职并公职，用黑官漂白啊，他要才补足他的年资，他未来退休以后不但有总统、副总统退休的待遇啊，他未来的退休金会一领5000多万了、啊。去年我把他算过，今天没带资料来而已、啊。他要一领5000多万了、啊，所以他现在不是每个月可以存40万而已，他有很多，所以他当然都不去动啊。他当然不去动啊，你上头不动啊，高官不动，然后现在拿这些比较低阶的，比拿军工教花光了，对，拿军拿一般的军工教来抵挡，好、拿退休的公务员来抵挡，这就是马英九的策略了。有时候他算自己的钱的时候捐滴不漏，不像阿斗替人民的事情的时候，行政的时候要造福人民的时候，他像阿斗。现在最严重的马总统还不能自我感觉良好，你不能跟大部分的民众是活在不一样的世界，大家都已经觉得真的已经淹到鼻子了。你现在在那边讲奸血，更严重什么？我们看一下吧，不是只有萧副总统说，王建先院长出来讲话，那连杨志良大炮都开骂了，你怎么老是欺压劳工呢？我们好好追一下来。道歉，志同道合，不是说跟别人就不能合作，而是跟他呢会合作的更多更好，惺惺相惜，是他的青年耿介。跟霍利呢，在政坛可以说名闻遐迩啊，有目共睹。王建轩之于马英九是君臣，也像兄弟，政坛之路互相提携。马英九当总统后，王建轩曾心疼马，头发少，皱纹多，国家对他没公平正义，甚至爆发林义士贪腐案，王仍独排众议，挺马，用人肯当。但在今年9月，王建轩撰文批评内政部制定植物人与厕所6:1规定，使不食人间烟火一文中，他一并开炮对准马英九，说他历史定位就是无能。马英九无能啊，我们政府的这些人不食人间烟火，就恨铁不成钢的岂止王建轩一人。过去4年，本人亲身见证了马总统的为国操劳。卸下副手职务这天，萧万长这位曾被指望成为台湾经济总舵手，但在任4年却无处发挥，处境形同被束之高阁的经济老兵，以前所未见的严峻口吻批判马政府操盘的经济惨况。台湾经济发展半个世纪，我老实讲，我很少见到像现在这样整个社会各界充斥着无力跟蛮囊。即使如此，微笑老萧仍希望大家多给马总统一点时间。但长期挺马，总统府国策顾问黄正胜可就忍不住重话出口：马总统喜欢在镜子里面找人。报告总统，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虚耗、再等待。这个情况恐怕我们党都不宜做太多的指责。他是在民进党执政时对陈水扁多所批判的政治评论家南方硕，自称在马英九很小时候就认识他，也在马2008年胜选第二天清早就致电马办对胜选表达致意。不过他也就此当起了民间版魏征，站在马英九的另一方。马英九，假设说你是一个还有一点羞耻心，还有一点责任感的话，台湾经济已经。不是忽然之间一天变坏，你来不及，不是呢。2012年马英九竞选连任时，南方硕写出这次大选我为何挺蔡不挺马一文，转向支持蔡英文。他批马没有核心价值，在两岸关系上用中共恐吓台湾。此后对于马英九的性格与政治表现更是直言不讳。南方硕眼中马英九很会作秀，领导阶层无心又没知识。他曾把马英九比喻成明朝崇祯皇帝，因为他自恋自大自以为是，也曾轰马英九执政团队是半时内阁。老百姓的民调啊，通通都要叫他换财经内阁，可是他就是不换，你越骂他越不换。
除了这些马总统的良师益友，如今围绕在马总统身边还有多少忠言逆耳不恋战权位的人不得而知。只是证言说的一个比一个重，但真正被听进去的又有多少？马总统应该脱下国王新衣，诚实面对自己。我们的总统已经放弃我们了，他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面，那个平行世界里面人民生活富足，大家行有余力可以去捐血。你去问问看现在22K年轻人哪一个人敢说我每次都可以捐血，他捐了之后搞不好下一餐吃不饱。这不是我们在恐吓或者是怎么样子描述，而是这件事情已经讲了一个月，你知道这听起来2012好像是民国末年一样，就我们不知道政府接下来要怎么办，就我们觉得很恐怖很害怕，我们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但是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接下来政府一定好，我们会解决。我讲明白一点，陈冲跟你保证好，政府一定会负起最终责任，法律在哪？我们都不知道陈冲会不会过圣诞节勒，他会不会以行政院院长身份过圣诞节的时候法律赶快修，快点快点，过去有多少人承诺过没问题台湾一定往上走，对不对？还有人讲说马总统当选之后因为这个景气会一片复苏，所以我们可以用 2% 来做所得替代率啊。这些人讲话现在这些人在哪里？我真的觉得现在台湾真正恐怖的地方已经超越了萧万长前副总统所讲的茫然无助，现在根本连未来都看不到了。我说真的，民国末年这句话不是开玩笑，而是你根本不知道。好啦，那接下来过了100年之后，100年搞不好活不下去了。你就看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大家都自比说哎呀糟糕，我们不要成为下一个希腊下一个西班牙。你错了，台湾如果真这样走下去，比希腊跟西班牙还要糟糕，是我们背后没有欧盟。韩国当年完蛋的时候背后还有 IMF， 我们哪一个会员都不是，我们背后什么人都没有。那接下来要怎么办？请问我们要怎么样子告诉自己说好，没问题，现在台湾安居乐业，我可以再生小孩，以便让这个劳保当年所估计的这个少子化事情不要发生。没办法，你连自己都养不起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现在要求的只是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对未来的想象，能不能让我们相信会有未来。我觉得现在政府做不到。